公益团体跟所有的团员来进行工作。等下吼，我今仔日在报片就是要人家等下到独居老人嘛，往往在那个独居老人给他一个给他一个一个一个好的安尼，当我一路去啦，他安心。啊，他啊，首先来感谢那个在朱云伟个一，个在人家本地在艺术感受的，哎安尼，谢谢。就是他们振兴工作室发放的物资哈，可以让学生在午餐或者是在晚餐的时候可以增加很多的菜这样子哎。因为平常都是吃便当嘛，那另外额外的，他有这些饭跟菜的话，哈，就可以教练就可以另外再煮这样子，嘿嘿，可以增加菜。对对对对对，嘿。没有。学务主任，学务主任。现有什么代言？是你名，变哪姓哈？名了，嘿啊，名这样。我给贴起来。等等啊，我要拍面了，好。好。今年我们在新丰发放的物资啊，注意小孩通牌啊。对。今年我们在新丰二三，叫一下，一二三，说一下站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这个就是个人代表哈。谢谢，谢谢。代表是温秀嘛，温小姐，代表上台。温小姐在现场吗？来，快点来，快点啊！好，正点。再重申一次哈，在我们的仪式。今年的迄个孙庄园普渡这些信徒哈，委托振兴宫的迄个补品的部分来讲的话，来说哈，总共有700多份。
那有些的部分来讲的话，就先让一些弱势的家庭的部分哈，就已经先来领取了。那到领取到昨天截止，就是总共还有500多份。那500多份就是透过我们的地方附近的这些公益团体来发放给有需要这一些物资的家庭这样子，所以就在今天来举办总共是今天发放的是500多份这样子。谢谢。我没记得。今年的发放物资来讲的话，比去年成长了大概有3%左右那这些都是这信徒来讲不领回的物品来讲，委托真清宫来做这样子处理。这个爱心的部分来讲的话，一年是比一年多这样子。OK， 谢谢。感恩，谢谢感恩。感恩。